好，唯美一点啊，好，为我们帮忙收一下我们的酒杯啊，好，谢谢。等一下，我真的忍不住哈，明一点高感官，我做这问题想要问的，接下来这一段没有排在流程表里面，没有，哎，我问一下，你几岁啊？31。31，那是多少？70年次，71年次哦。今天拜拜，来，啊你呢？你几年次？18。爸爸，请先给我，我先照啊。你们怎么那么年轻啊？真的哦，哎，有什么幸福的感觉？有没有很开心？哎，你们两个不熟吗？手牵一下嘛，哈，来，好像不太熟哈，来，有什么感觉？就很开心，谢谢各位先辈好友来参加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。谢谢大家，你有没有觉得要很谢谢我？有哈，来来来，没有，我一直很纳闷啊，因为我先辈公外刚刚。就刚刚就唔知边啊讲，刚刚这个代沟，因为我大他们都10几岁了哈，所以我想讲，伊讲我头讲的话应该足清楚的啊，看不出来，大家都没有讲，哈，我就想说我刚刚讲的话，大家都清楚，为什么伊两个拢听无声无安呢？所以我想讲啊，这一定是年纪非常非常的小。好，那今天很开心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也很紧张，也感谢所有的贵宾来参加你的喜宴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接下来的娱乐节目啊，娱乐活动要开始上场了。人家说呢，这个捧花呢，接到捧花的，你就有可能就是后一个被嫁出来哈。所以呢，我们赶快请这几位朋友到我们的舞台上面来啊。好，三位这边，三位这边啊。好，先招手哈。选一条丝带哦，一人选一条。好，但是呢，哎，阿北被用哦，哈，阿北开始，哎，小力一点，小力一点，哈，好，等一下。哈哈哈，好好好，这个真的是太年轻了哈。好，那你们六位听我说，六位听我说哈，等一下呢，哎，阿美，阿美，阿美，先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，好，你们先用一只手拿取这个丝带。手借给我，好，这样子。当我喊一二三的时候呢，你们要说选我，选我，选我。好，来，一二三，选我，选我，选我。不够大声，来，再来一次哦。好，我们看镜头哈。来，一二三，选我，选我，选我。好，接下来的一二三就轻轻的将丝带往下拉喽。那就不要了他很久见面，哎，
讨论，待会再打报告哈。好，来，接下来我要让你们看一下哦，谁是幸运儿？刚刚呢，我们桌上呢都有扑克牌，对不对？好，扑克牌，赶快现在拿出来哦，我们要开始兑奖了。刚刚姐姐说她要买大乐透哦，但是呢，如果你今天在中了这个奖之后，我们有礼物要送给你哦，表示你真的是运气非常非常的好哦。来，这样子好了，现在我们有16桌的宾客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样子我们来抽出3个好了，3张。好，那如果你的花色跟数字呢都是一样的话呢，你就可以得到我们的礼物哦。来，我们请亚斌来抽好了，好不好？你要最后一张了，好，来，由你自己宣布好不好？爱心12，爱心12，红心12，有没有？在哪边？好，应该还有两位哦，应该还有两位。红心 Q 这边，好，请出列。还有呢，应该红心12，来，请出列。发现我要注意你哈，好，那我们夫妻之间呢，难免都。
开始进行竹桌敬酒，被打得来点酒哦。Say it best, and you say nothing at all.